朋友们好，今天和大家欣赏一块石头，这是来自广西的右江里面的石头啊，皮色非常漂亮啊，所谓的玻璃皮。这个造型呢，我觉得很优美，这样摆在这里呢，一看呢就像一个什么寿星的这个头像啊，就寿星的一个比较。整体比较短，你看这样看啊，寿星的脑门儿，对吧？脑门儿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它就这个抽象的一体，几为一体下来。两边呢是个大耳朵啊，这个胡子身体，好像这个就是寿星吧，就是是寿星的上半部，下半部呢你可能就小了，耳朵呢又夸张了。当然了，如果在这个抽象画里面呢，这种造型也是可以的。我给它放在桌上转一下，朋友们看一下，放在这前面这个，我儿子，啊，放在这个上面，我转个圈，大家看看整体石头，非常的光滑，皮色非常好，这样看下来，是不是很像一个寿星？当然了，我换个姿势呢，又会出现大象的，大象的这个。现在这样先换了个摆放姿势，就感觉到像个象，象的鼻子，对吧？象鼻子伸出来的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这是它背面，要改成这个，但是吧，又我把它这么倾斜捏一下，好像这个象头象手，看起来就更相像一点。把它清洗一下。现在我给大家，就是把这个清晰度列一下，给大家欣赏一下啊。呀，挺重的，一只手操作还，对，我这样立了一下，朋友们看，这样立起来是不是和这个大象的这个两边的耳朵、鼻子看上去？更相像一点呢，我给它往起再扶一下啊，扶的立一点，这样看两面的耳朵，大象的耳朵、鼻子。所以这个石头看你这个摆放的姿势，对吧？我觉得这样就挺像两个大耳朵，啊，像迎面两个耳朵、鼻子，像大象。非常像大象，这个石头，其实我最喜欢看的还是看这个寿星，这样我觉得看，感觉非常的舒服。朋友们感觉呢？好嘞，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到此啊，欢迎朋友们交流指导，拜拜，远观一下。近处远观一下，远观、近观，放正一点。好嘞，分享到此，拜拜。